你好，我想去看展览，请问附近的捷运怎么走呢？就在前面哦，往前走两个路口就可以看到了。谢谢你，高雄的捷运真的好方便呢。对呀，而且附近既有丰富的美食，又有许多美景值得逛一逛哦。请问你有推荐的美食吗？我好喜欢吃美食。我推荐你在捷运出口处的红豆饼，它是台湾的传统点心，不仅美味，还很便宜哦。对了，你要去看什么展览呢？我想搭乘捷运去轻轨旁边的仓库看展览。听说台湾的艺术家们把许多废弃的回收物做成装置艺术了。我想和他们自拍给我妈妈看，她喜欢艺术作品。好啊，祝你有美好的一天。